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先生。今天回到这个德明科技大学，我十年前从这里毕业，十年多前，然后现在跟我朋友一起回来要参加那个学弟办的比赛，学弟学妹他们其实也都蛮热心的感觉，什么社团也都蛮温暖。喜欢我们今天的，那就分享，拜拜。